家扭开电视已经冇得睇亚视啦，但佢哋都出产过唔少出位亚姐噶。好似86年冠军李治，有次就唔小心将阴谋读成阴谋，惨成经典笑话。90年冠军吴绮莉喺《情路爱得勇敢》，喺99年同成龙生咗私生女卓琳。不过成龙喺记招话犯咗天下男人都会犯嘅错，双方亦都断绝来往啊。为咗救爱何永安，生咗两个女嘅94年季军曹恩云，旧年爆出阿妈哭诉冇供养，搞到最后曹恩云要出声明，强调有俾足生活费阿妈，仲话自问问心无愧啊。85年季军叶玉卿拍三级片露点爆红，之后仲做埋歌手，凭挡不住的风情横扫乐坛新人奖。98年嫁俾美国商人胡少明之后，专心相夫教子，有子夫妻身家至少80亿港元啦。